来说来有安玉泉文英地，咱的主委代表说。非常的照顾，阿里家非常感谢台南市政府以及阿里民政局哈，阿里家代表局嘛感谢各位对代表局支持跟帮忙，好，这个代表局好声音嘛做不漏气哈，感谢您，好，这是属于咱台南人的一条热闹，阿里台南人的文化，阿里回应，咱做伙来甲伊用个热闹，用个舒适，好，台湾人看卖先叫做台湾人的人家了哈，感谢各位，来感谢咱庆元乡，庆元乡好，阿里兄弟。来，感谢，感谢。来，非常感谢，玉泉文英姐。文英姐辛苦了，谢谢。哦，玉泉文英姐，好，感谢，感谢。来，谢谢，感谢你高点啊，高谢，高谢，高点啊，你高点参拜。阿婷，来，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本节的啊参拜阿内哈，阿内管理台，这是高谢。而且嘛，再次感谢其实甲林安强，尤其甲林安强，有安好信任好当处长率领，安尼作为员当处老大，以及咧组长所有技术人员，对这个阿妈做支持，吼、哦，对管理台赞助非常感谢，啊，对咱安尼市政府的支持甲帮忙非常感谢，就是甲林安强。来，非常感谢姚大无限的，感谢感谢。来，首先有我们陈金飞立伟，准备来我们同乡安的姚大无限的，安的朱聪将军，朱聪将军来致致意哈，感谢。来，再次感谢所有参与的业务，感谢咱的文员生，以及咱所有参与的业务，对代表各家市民的阿妈做来支持甲帮忙吼，非常感谢，感谢伫这么短时间内丢出这张阿妈做，辛苦各位乡标啊吼，非常感谢恁的鼎力支持啊，希望讲这个阿妈做会当对面就安台南人的回忆，啊嘛希望后代湾人看到安台南市华安的富城。下面叫做亚老内，哦，下面叫做亚妈祖，哦，安尼做台湾的人来当了解，啊，这是安尼文化，安尼传统，安尼历史，因为安尼历史底蕴啦吼，非常感谢安尼无负之长的支持，来做致意吼。感谢我们吴副局长，接下来由我们中正理事科长哦，龙泽科长来致意。来，感谢由咱蔡英文，咱的蔡副总部，咱的台中总部员来代表致意。哎，感谢！接下来再继续由我们陈金飞立委代表致意，谢谢安的立委，非常过来的立委哈，主头报告会的立委，非常感谢，谢谢我们陈金飞陈立委。来，再次感谢玉华文英殿周聪将军啊，盛大莅临。啊！而且组队来挑奖，一家市政府，一家你来奖，再次感谢各位，非常感谢各位辛苦啊！哈，谢谢。来，奖感谢啦，感谢感谢，来。
再次感谢玉泉本营店周聪总管性格莅临，感谢再次感谢，来再次恭迎安内恩涵。